过年了，过年了，祝大家在龙年财源滚滚，福禄安康，万事如意。大过年的感冒了，已经两个礼拜了。看这天气，稍微好点了，收拾一下。其实也不乱，稍微收拾一下就可以了。卡特给到。卡莫瓦内基是哪个？卡莫内。卡莫内基。阿里亚索。他要了面子个人呢。你。阿里亚托。林哥。西大给呢？西大给他看一眼。豆腐。木棉豆。阿里亚托。でも同じ値段でこっち持ってます。半額セールです。いいね。やっぱ秋どこ？ねみかん。みかん、ありがとう。これでも高くなる。あ、300円、そう、そう、これこれ。え、紙面が？まあ少し食べると思ったから25円で買って。25円、オッケー。あと？ビール。あ、これパパの。お金足りるの？足りました。お金足りた。あと電気代です。啊，来来来，我去，先吃个橘子。今天虽然是除夕夜，但是呢，由于身体的原因，这一次就是不能做的比较丰盛了，所以戴着口罩啊，害怕传染别人，来做一下今天的晚饭。说实话呢，这是我有史以来过的最冷清的一个除夕夜了啊。现在呢，拿了一块鸡肉，先把它切一下啊，就这馋。这样就差不多了，这样也可以切小一下，也可以。这就是一个鸡腿肉的量。先准备了一锅冷水，然后把这个鸡肉呢给它放进去，用热水焯一下，再放上点料酒去一下腥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把这个葱给收拾一下。然后呢，我拿出大锅放一点水，因为呢今天要做三个人份的，所以说这个锅呢比较大了一些。鱼饼，这就是日本的那种鱼饼啊，前几天我老公剩下的啊，不要浪费，所以说没有买新的。一般我们常见的都是带颜色的，我老公买的这个不带颜色，所以给它切上啊，稍微切的不要太薄了，就这么大。これで頑張るんですよ。ちぐいもできる。ちぐい。できたの？両面テープだから。ありがとう。1も、2も、3も。最後もありがとう。首先把这个鸡肉，主要是烧开了就可以，然后把这个鸡肉放到这个里面，开点火。今天呢，我们用这种红味噌。首先呢，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容器里边，挤出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放一点料酒，再放一点味淋，再放砂糖。水开后放入鱼粉，然后把这个。放到这里边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香菇放进去，蒸的反正都可以。这种面非常便宜，就是不到两块钱吧。然后隔三差五用筷子搅一下。然后利用出锅之前呢，把刚才切的葱给它撒一下，然后搅拌一下，把它分成了小份儿。どうぞ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名古屋料理だ。あ、名古屋風？名古屋風。そうね。名古屋いたよ。前旅行。静岡？どこ？静岡の手前。千葉のどこ？名古屋は伝説ものあるじゃん。イルミネーションで怖くすままの大喧嘩大喧嘩。
押し入れを蹴って事件があった。あった、そのあったよ。どこ、ホテル？うん、イルミネーションがあるところでね、夜5時ぐらいに暗くなってイルミネーションが見えるところになるんです。でね、僕の後ろ本気で蹴ってよ、蹴ってよってお尻こう出してるんですって。でも、そんな子供の育てた覚えない、覚えなくなって蹴って、蹴ってとか。どう？後ろ観客は、うん、いないいないけど具が多いね。うん、味染み込んでる。うん、うん、すごいちょうどいいね。うん、に読むように吃だ。だこにね、うん、これしょっぱさを白ご飯で薄めるんだけど、うん、太っちゃうんですよ。うん、我也吃我的饭去了。这个是我的面。夹起着急的小鹏。嗯，这还没开始呢，就练习开始了。在吗？啊，这就已经坚持不住了，好像是。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让我准备好啊。来来来，干啥？咱们是吧？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好，起来了哈，起来哈，一二三四，一，啊！哈哈哈哈六万，六万，六万，嗯，不给他了，等一会儿还回收我。哎，快快看看嘛，戴在头上了。哎呀，帽子，后面还专门箍上个戴帽戴帽子的。发财了，好吧？发财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なんで俺、俺の親の俺のことだよ。もう次、もう次。あ、それあの家賃とか件ですけど。好了、过完年了。これが。あ、自転車。不寄贈用。4万1000。あ、あと自転車代引かれますので。